台湾人最美的风景其实就是每一位谦卑的信仰这块土地的人们，良善的信仰绝对是最美的一场风景。众神啊是平等的，因为那个绝对是一嘛。万神博览会这是齐聚了来自于台湾各地的妈祖，这次大家来华严寺的万神博览会的时候，抱着一个来看你很熟悉很亲切的，像一位你的母亲一样这样子的心情来看。